我想表達他們很有活力，很 colorful 的一面，所以 Minx 呢就是很 optimistic 的 version of 這班狂舞派舞者咯。當下我最開心的就是我的狂舞派三就來開拍了，而在這個籌備的過程當中呢，我發掘了很多很精彩、很有活力、很美麗的靈魂。當刻最慶幸的事就是我可以擁有一個完全不需要戒口的情況底下，暫時可以 keep 到個身形的那個狀態。今天可以跟某部分的隊員一起拍照，其實我昨晚已經興奮到有少少瞓唔到，跟住因為太興奮，跟住腦係咁轉咧，發咗好多好多個夢，所以今天在呢個天台度影相係好神奇、好 magical 嘅。當下我覺得最值得開心的事是我玩了一個叫做全民造星的比賽，我覺得參加了一個比賽是令我自己開朗了一些，和再了解自己多了。今天最開心就天氣好，又可以認識到新朋友。你問我這一刻最開心是什麼，我想不到，然後隨之而來的就是恐懼。咁我最驚，我試過一次肺炎，得翻兩成功能留醫咁啦。嗰一刻我接近死亡嗰一刻，我最驚係真係冇得再跳舞。咁你話最擔心係咩呢？係因為全球暖化，所以我哋先至會有越嚟越多嘅天災。咁我好害怕地球會有末日嘅一天。